佛教智慧故事，绝处逢生之智。传说在很久以前，森林里有一只鸽王，他带着手下500只鸽子到处觅食。不知不觉间，有一回，他们来到了王宫的上空。大王您看，那里好漂亮，下去看看。那些是什么？啊，是鸽子。哦，快去禀告大王。好久没吃鸽子肉了。你们明白了吗？明白，大王。看，那边有好多吃的。等那两个人走开，我们就去吃。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，这一定有阴谋。我先过去打探一下。看来是没陷阱，大王，我们过去吧。走吧，大王。好，不过大家要小心。中计了。这回有的吃了，干得好。大王，您想先吃哪只鸽子？我去宰了它。不急不急，你们先用好米好肉喂它们，把它们养得肥肥胖胖的时候再杀也不迟。大王高见。大王看你们可怜，派我给你们送好吃的大米来了。是啊，快吃吧，多吃点。我想吃米。你还吃？看，还有好吃的肉丝呢，来来来。哦，这是我梦寐以求的肉丝啊。大王，我想尝一下，可以吗？我也想。就知道吃。你们想过吗？国王为什么要供我们吃喝？这是国王的诡计。现在不是贪吃的时候，我们要想办法逃出这里。你们在干什么？大王，我太饿了，我们被关在这里也出不去，吃跟不吃又有什么差别？先吃饱肚子，有机会逃跑时才有体力呀。是啊，大王。你们，大王您也吃一点。我不吃。这么好的肉喂给鸽子吃真是可惜。冲出去。啊，自由了。想跑门都没有。我饿你们一天，看你们还怎么跑。我也想吃肉块。都怪你，要不是你，我们现在也在吃肉块了。我没想到他们会有埋伏。人类那么聪明，我们斗不过他们的。我不会再听你的话了。大王，您饿了一天了，你也吃一点吧。你们不能再纵情贪欲了，会送命的。你不吃不喝，难道就不用死了吗？是啊，大王，饱死鬼总比饿死鬼好，说不定人类还不会杀我们呢。你还想逃跑？
条心吧。你出去啦、啊、你们要是能忍住饥饿不吃东西，现在就能跟我一起逃走，自由自在的生活。可惜，哎，有只鸽子逃走了，抓住它，快给我抓住它。今天的故事是根据六度集经卷六歌王本生改编，故事称赞了歌王有不同常人的机智，也同时表达了贪心是万恶之源。佛遗教经云，知足之法即是富乐安隐之处，知足之人虽卧地上尤为安乐，不知足者虽处天堂亦不称意，不知足者虽富而贫，知足之人虽贫而富，不知足者常为五欲所牵，为知足者之所怜悯。其实人生最需要我们贪心追求的是时间，如果没有时间，我们还能有什么作为？南无阿弥陀佛。